哟，汉王，你是诚心不出来是吧？不出来了。皇上说，按照规矩，赐送陀罗尼精被一床，丧仪整套，停棺之后7日入土。得罪了王爷，来吧。 哎呀，二爷，你就给奴婢赏口饭吃好不好？让奴婢回去以后也好交旨啊！万岁爷亲自叮嘱，你既然停了官，总不能敞着盖吧？别一会儿你们要干什么？炸了失算谁呢？我说，皇上真是这么说的？奴婢怎敢乱讲呢？我一个字儿都不差，皇上真是这么说的。哎呦，你们好大的胆子啊！啊！ 别定啊，还定！你们快点儿定好了之后，都在这磕头，给汉王守灵。哎，太子爷，赵王爷，你们想造反呢？您二位这是？我们是来吊丧的，已经完事儿了。老三，哎呦！哎哎哎，二弟啊，这也是好事儿，你呀反省反省啊，在里边写个折子。 我跟三弟呢，上爹那儿给你求个情啊！滚！你们都给我滚！我不求情！打开给我！来，都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快回来，快回来，回来，来来，快快快快快快，来回来，快快快快！